喂喂，Hello，大家好，又到咗逢星期一嘅 live 啦，系啦，冇错，之后都系逢星期日开嘅，咁咧，如果大家咧有啲咩歌想听嘅话咧，就留言啦，咁我就会睇你哋嘅留言噶啦，留言啦，睇下先，同大家打下招呼先，Hello。Sammy、Hello、Amy、Wendy、Aling、Maggie、Samson、恒子、Sandy，呢位系 Glow One。等我等到瞌着咗，迟咗少少，啱啱瞓醒冇几耐，瞌咗个眼，瞓咗个眼觉，我都瞌着咗。妹妹，Hello Annie。咁快就要點傾城啦？好啊，我轉頭唱啊。雖然唔係好熟呢首歌，但係我都有歌想唱咗先嘅。等咗好耐都唔見我，太心急想見到我。咁我快啲整翻首歌先啦。Hello Amy，好多謝大家嘅收睇。咁咧，希望大家可以喺睇之前咧，幫我去 like 呢一個。呢个咩？呢个 live 啦，comment 啦，同埋可以 share 出去俾你嘅朋友睇，系啦。咁我就事不宜迟啦，唱翻首歌先。咁啊，近排啱啱我最中意咧，边个开完演唱会咧，就如果我啱唱嘅，我中意唱嘅话咧，我就会唱佢嘅歌噶啦。咁所以咧，就我谂住唱呢一首歌送俾大家。找几个情人，别这么爱奉献，但求自己快乐要紧。曾经一起未留住你，都清楚你为人，越伤心你越会兴奋。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没法比。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因你受罪是多么满足，离开了你都可以待你欢笑，待你好。若痛恨谁？将悲伤交给我，为感激你曾太爱我，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没法比，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谁？
算别离后我亦会痛。好，呢首就是暴龙哥的《我代你哭》啊，一开声就不得了啊！哇，喺过奖啦！好多谢大家 ，Hi Judas，Hi 龙冠庆，你好啊，好特别啊个名，点解好似好耐冇见我咁？其实都唔系好耐啫，我哋前几日先见完啫嘛。我嘅 fans 嘅话，即系我嘅小精灵，因为前几日咧我哋好开心啦，前两日啫嘛，系咪啊？就我哋一齐去咗 BBQ 啊！咁呢个咧系 official fans club 限定嘅活动嚟嘅，系啦，咁啊要加入我嘅 official 嘅呢个官方歌迷活啦，叫做咁样咧就可以有机会一齐去 BBQ， 好开心噶，系咪啊？你哋有去嗰啲，快啲话俾大家知，系咪好开心先？一定系啦。好，有咩歌想听？如果你还爱我，哇，咁 sad 啊！今日啲歌，后来可以啊，倾城啊，啱啱讲到 intro 正，多谢。多谢你哋快啲点下歌俾我啦！唔知八定九，唔知八点定九点唔敢冲凉。其实咧，如果我冇讲嘅话咧，多数都系九点开始嘅，系啦。咁我仲今日迟咗少少添，九点三先开始，唔紧要啦。好啦，大家开始点好多歌啦。倾城先啦，我记得我啱啱应承咗噶。但系我唔系好熟呢首歌，唔紧要。倾城歌词。我咧好搞笑噶，唔熟咧都可以乱嚟噶。又唔好讲话乱嚟，唔好咁样讲自己，都可以好认真地作咗佢咯。有啲嘢，好啦。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至凄冷的心事。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再没破晓，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过程，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程为我花光狠劲，浮华盛世在分手报警，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新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至凄冷的心事。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狠劲，全华静制作分手布景。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新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静悠悠的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停留欲语到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哇 ，sorry， 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山歌会停，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我嚟多次。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山歌会停，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Sorry， 插口咗。霓虹熄了，唔系诶，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喂 ，live 系咁噶啦，你当神人咩？我都唔敢认我自己唱歌真系好好，系咪先？Sorry， 好少有嘅呢、这个唔系走音啊，呢、这个系我控制得唔好啊。走音咧，应该系嗰啲嗰啲走音呢啲，系咪就叫走音咧？我都唔知啊，算啦，你话我走音又好，咩都好，好少可噶。即刻唱翻首其他嘢嚟補飛先。我諗起佢嗰首《明知故犯》，我啱啱見到人點嘅《明知故犯》。嗱，唱翻同一個人嘅歌，都真係咪話我冇誠意啊？嗱，你哋繼續點歌，我轉頭咧就睇翻你哋啲講咩。係啊，炒車啊 ，sorry 啊。好，《明知故犯》。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
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布景，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布景，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一切原是注定。许美静的明知故犯。Hello， 大家好，我见今晚多了少少的朋友仔观众入嚟啦，多谢你哋入嚟去听我唱歌啊。咁咧，话说咧，我嚟紧咧24号啊，今个月24号，咁就7:30夜晚，咁就会喺东涌嗰边有现场的表演，海滨走廊，咁系一个大型的晚会活动嚟嘅，咁就系、是。元宵節的晚會活動，如果你們元宵節沒有特別的地方去呢、想的話可以來聽下我唱歌，多謝你的支持。當晚都好像唱6首歌的，好好聽，好喜歡許美靜、哦、好啊，如果你喜歡許美靜你都說覺得我唱得好聽，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誇獎的，所以多謝你、這位是、哦、你的名字這麼特別的，我一直都不懂得讀這個名字，是不是 Samantha 不懂 LLY Lisa 是不是 Lias Tam 對於比較少見到的英文名字不是很熟， Samantha 是這麼讀的，我記得了， Sorry 我個人、你可以說我英文不好又得，說我記性不好又得，我明明這個名字是我認識的，因為我記得、啊、見過，為什麼我這下開不到口呢，不知道。但是很想聽幼稚園，即是 Twins 的歌啊，為什麼我突然間這麼喜歡 Twins 的，現在有沒有簽唱片公司，我沒有簽唱片公司啊，看看先，看回條片真是瘋，很開心，是啊 BBQ 你們當然啦，哇你們哇很多點歌啊，我唱得哪首先，看看先，多謝啊，多謝你們支持啊，看看先，好，我現在在收集一些點歌，我看看我究竟會唱哪首，很多都懂唱的，但是我要選一選、嗯、天際不懂添，是啊唱6首啊，24號去探路，好啊，不要緊，個個叫我 Sam， 是咯，其實我為什麼會懂這個名字呢，因為我之前看哇好舊啊，1號皇庭啊，宣圈在裡面，是不是宣圈呢，叫 Samantha 嘛，跟住啲人叫做阿 Sam 噶嘛，好似系咪呢套啊？应该系1號皇庭。点知原来我又记错咗，我讲嘅嘢唔可信嘅，即系如果喺我啲回忆入边抽出嚟嘅嘢咧，系可能系错嘅。首天梯去咗边？喂，系、哦，我唔记得咗上次应承咗人哋唱天梯添，哇！即刻找数先。天梯歌词，实在咩天梯啊？唔系啊。iPad， 你可唔可以聽清楚我講嘢啊？你成日都係咁。我實在咧係唔可以去走數嘅個人，所以我都唔輕易應承人哋話好啊，唱邊首啊咁樣，費事到頭來唔記得咗啦。我好勁噶嘛，我啲記性。如果大家熟我嘅話就知道。
找个荒岛，恨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炉，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就要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跨出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重伤流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泪水你登不登对，仍还受你存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呢首系 Sea Star 嘅天梯，可以继续点歌，好搞笑啊！你哋系咁喺度倾偈，好中意啊！我会尽量跑你哋啲comment 噶啦。好，威业，多谢你啊！啱啱支付宝过咗心意俾我 ，thank you， 多谢。如果大家喜欢我嘅音乐或者歌曲唱嘅歌曲嘅话咧，可以随心去点歌啊，或者去打赏咯，多谢你哋。因为咧，其实小妹咧就系、靠呢啲系去维持我嘅生计，而去继续追我嘅梦想，去唱我嘅歌，所以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因为其实讲真真系唔系搵得多噶，但系唯有自己好好去挨住啦。因为我相信，我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挨到有一日
可以唱得越嚟越好，而可以有機會去有多啲發揮咯。係啦，我唔係望自己會點樣名成利就嗰啲，我唔會諗得太過天馬行空。但係我只係想嘅就係我可以多啲唔同嘅機會去俾我周圍去唱歌，去透過音樂嚟去同大家連結，同埋可以分享到更加我嘅歌聲、我嘅故事俾大家聽。係啦，咁其實我嘅故事咧就係、是。最重要是加油啊，奋斗啦，系，因为我都支持咗自己七年八年咁上下啦。由我以前开始 busking 做一个全职嘅 busker 之后，到咗今日，有高有低啦，即系幸好有 social media 呢个平台去俾我认识到大家，而大家又可以，即系我可以有幸地俾大家听到我嘅歌声，所以其实我觉得开 live 好开心，唱歌俾大家听好开心，希望可以继续。系啊，你哋好啊，今晚嘅观众，应该你哋唔系每一次都有睇我嘅 live， 但系我期待你哋可以之后继续支持我嘅 live， 因为我逢星期一咧九点，夜晚九点都会开嘅。如果你哋冇乜嘢做，又唔介意我唱歌，即系唔会觉得唔好听啊咁样，其实入嚟不妨支持一下，多谢你哋。我想问咧，其实系咪大家中意听我弹琴，睇我弹琴多啲啊？系咪觉得可以多啲变化，多啲嘢搞咁样？其实咧，我唔敢讲话我好叻，但系够用嘅。吉他啊，琴都好，希望我唔好，我唔好讲话我嘅才华啦，希望我嘅呢啲技能啦，少少技能可以为大家带嚟一个愉快、美好、开心嘅心情咯。即系我谂嘅嘢就咁简单嘅啫，大家开心，而我又维持到我嘅身价，可以继续有机会唱，咁其实我已经好开心。系啊，咁当然啦，越多人去支持自己或者去听自己唱歌，咁啊梗系越开心啦，系咪先？呢个好老实嘅，但系我唔。望啲咩咯？真系，我只系希望我自己越嚟越进步咯。多谢你哋，睇下啲 comment 先。你哇，中意点 twins 喎？开始，睇下先咯。我中意我 play 吉他多啲喎。呢位 James， 第一次睇，加油！多谢 Crystal。做乜都中意，只要見到我咁，係因為你哋真係好支持我啫，即係 Rosanna 係好支持我嘅其中一位啫。睇下先 ，Stephanie 勁 like 彈琴，睇下先，我哋唔介意你唔唱歌咩啊？睇下先 ，sorry 眼殘，我哋介意你唔唱歌多啲，我、哦、即係係唔係有唱歌就好啦？可唔可以點如願啊？哇，咁快就嚟一首咁正嘅嘢！喂，就咁啦，我呢排都中意唱《如愿》呢首歌，俾个机会我唱多次俾大家听。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我上次嘅 busking 咧？我仲想讲，我每一个月咧都会去一次 busking 嘅，咁详情咧留意翻我嘅 Facebook， 我会同大家讲嘅，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咁另外咧，嚟紧24号咧，就有幸喺呢个东涌海滨嗰边咧，就有一个大型都叫大型嘅晚会嚟去唱几只歌仔，咁希望大家可以嚟支持一下。如果冇嘢做嘅话，附近嘅居民啦，附近嘅朋友仔，夜晚7:30开始我会唱噶啦。咁如果中意嘅随时嚟支持啦，多谢你哋。当晚都会唱6首歌噶，好如愿啊嘛。希望我唱呢首《如愿》可以吸到更加多嘅粉，系咪叫吸粉？系好。
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真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半生再见，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总哭过我的天，我愿过见珍惜每一天。你是随意长河星火演戏的天空，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爱，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的都正与你相逢，而我真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攀上。是个线定唔知乜嘢有问题，个连接嘅问题，唔紧要，冇事发生，再嚟过，继续唱。好，大家再唱多次，唔系嘛？唔使啦，呢首唱多次咧，好辛苦啊！哇，好热啊！今日，我想问大家有冇觉得今日好热咧？今日几多度啊？睇下先，而家系22.22度，但系点解咁热嘅？系咪我太激动咧？唱得？唔知道，唔緊要，冇事嘅。家先，本來好眼瞓，諗住瞓，但係又唔捨得唔聽，辛苦你，你可以重温噶嘛，
系啊，不过多谢你啊，即系你觉得要即刻听咁样先至够现场嘅嗰个 live 嘅感觉，多谢你，真系多谢你。因为其实我成日都咁讲噶，系咪每个人都要攞时间出嚟听你讲嘢、唱歌先？唔系啊嘛。咁如果你哋肯咁样做嘅话咧，其实系我嘅荣幸嚟噶啦，真系。因为唔系一定你唱就有人听噶嘛。如果系咁，咁咪好咯。但系唔系啊嘛。但系竟然留得到你哋嘅心，留得到你嘅脚步，留得到你嘅耳仔，所以要更加努力。现场听震撼到山崩海啸，系咪咁夸张啊？不过我承认现场系一定会好听啲嘅，我唱现场系最好嘅。咁啊 ，busking 会好好咯，因为 busking 系自己校啱晒啲音响啊，用晒最啱自己嘅嘢，所以 busking 会系最好听嘅。系啦，咁就其他现场都唔系代表唔好听，都会好听嘅。初四现场睇我 busking 唱《如愿》，站不住口，翻到屋企咁话正。哇，系、你哋都几中意王菲嘅喎，睇嚟越嚟越多粉，希望啦。刚刚就想点《如愿》，咁啊已经到咗，《如愿》梗系正啦，耶、yeah ！子龙弟弟叫我加油好啊，多谢你 keep clean keep， 弹琴弹吉他都中意好啊。有冇啲咩点歌啊？今晚食咗嘢未？我食咗个包住啱啱，跟住冇乱，有啲肚饿噶，系成日都系肚饿噶。我诶、就算食十个包都肚饿啦，咁中意食嘢，好辛苦噶。所以我啲咁嘅人真系第一次睇我直播，把声真系好好听，想听我唱《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其实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噶。你哋想唔想听啊？你哋想听嘅话，我就唱啦。香港电话唔喺身边，下次打上，冇冇关系，冇关系，唔紧要，有支持就已经好好噶啦，多谢你，伊凡。睇下先，耳仔入咗水，冇啊。Judas 是否王菲 fans？ 你把声好适合唱佢嘅歌，真系好好听。咁啊，咁不如又唱下王菲啦。如果系咁，啱啱我应承咗咩歌先噶？我唔记得咗已经。唔紧要啦，我而家揿王菲嘅歌先。如风好唔好啊？好耐冇唱过。我上次 live 我记得我唱约定啦，好似如风咯。想听咩啊？唔记得咗添。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哎呀，我点可以俾其他嘢去搞断咗噶？但我又真系好想唱如风先，唔好意思啊，我好快唱完噶啦。下一首就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嗱，我话嘅唔走数啊。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来又如风。
心头，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匆匆，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若我心痛，独影空洞，今天暖风吹过，亦有点冻。王菲的《如风》，跟住咧系要唱《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咯。睇先，去咗边？开咗半个钟，系啊，开咗唔系半个钟喎，差唔多九个字啦。睇先，唱咗有啲风冇咁热。啊！我走咗首后来啊！你等阵啦 ，Sandy， 我唱咗《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先啦，我真系唔记得啦 ，sorry 啊。假如真的再有约会，系啊，如愿啱啱唱咗咯，因为唔系啊，因为嗰个 Ada 咧，佢话佢未入嚟啊嘛，啱啱话我答佢话已经开咗九个字嘛，可以点如水啊，但系我希望我会记得，一路系咁应承你哋，我惊我唔记得，咁啊唱少少呢个先啦。这个假如真的再有约会，你们点歌啦，或者你们有什么想尽诉心中情的自己后说啦。多谢你们、啊、今天的观众呢是多了，比上个礼拜多了的。如果你说每个礼拜都比上个礼拜多了，几好呢？是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开的，如果你们夜晚逢星期一夜晚得闲有时间的话呢，入来听下歌仔啊，点下歌啊，是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呢，有时真的不知道唱什么歌好的，因为你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啦，我又会出去 busking 啦，那 busking 已经很难去揀歌的了嘛，所以有时候我都会问下大家，哎，想我唱什么歌啊，这样。因为成日唱歌呢，就唱唱下呢，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想唱什么歌，最重要唱到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揀得的，你们点得的，你们点得的，如果我会揀得，都是我喜欢的歌来的嘛。
生命，凝望这风雪，未知哪日会停。来世你我要是重影，能否找到彼此背影？假如全无凭无证，原谅我当天不懂得珍惜，只知任性，坏事情唯愿你此刻可于虚空中将心聆听，将来若真的再有个约会会完成，真的会再有这样心情，这首就是假如真的再有约会，我很喜欢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很喜欢，但是呢我不会成日唱，喜欢的歌就不是代表要成日唱，嘻嘻。好，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音乐呢，可以随心去点歌啦，同埋可以打赏咁啊隔离，咁啊维持生计的一大步啦，是啦，因为想可以自己 keep 住可以唱到歌的话呢，咁生计梗系一样好紧要的事啦，即系好重要的一环节啦。如果我唱歌，哎呀，原来连生计都维持唔到，咁我就冇得唱落去。咁其实我都只不过系想追自己嘅梦想啫，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可以越嚟越见到我嘅进步啦，或者希望我会越嚟越多机会。咁我有咁嘅能力，我都会去尽量争取咯，系啦。咁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啦，多谢你哋，好听到傻。有凝望啊，凝望好似上次唱咗啦噃，同埋我 live 好似系咪都有唱咗啊？啊唔系 live 黐线，busking 啊 busking 啊，都唱咗，都凝望嗰个出席率都高，唔系出现率啦 ，sorry， 凝望嗰个出现率都高，出席咯，翻学啊而家，鲁德维嘅回忆翻咗嚟，哇，好耐之前，我唔可以走咗手。后来同埋情意结，凝望系咪真系想我唱先？耀勋仲要求我，大家想听凝望嘅举手，唔系举手我睇唔到留言。后来先，唔好走数，唔好走数。后来我识唱日文版嘅少少嘅。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男生白雪身上。
间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是十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要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这首或许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这首或许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好，这首是刘若英的《后来》。记得啦，情意结啦，揾咗先，揾咗歌词实记得，哇，激到连个琴都移歪咗。情意结，好睇下先啊，系啊，下一首系情意结，我记得。如水啊，哎呀，我又走咗添。情意结完先，如水好唔好啊？得唔得啫？唔系，唔公平喎，其实系如水先嘅喎，如水先。水呢啲咁高難度嘅歌，唱咗先穩陣喎。似细水，可惜蒸发出眼泪。明白你最近有些暂时伴侣，都一
忽进入使你极空虚，怀疑被你抱住我念着睡，无论你再好亦舍得失去。难过亦过，难道我要损失未够多，早放手可减轻痛楚，不等泡沫及吹破，不想去知谁填补我，无负在我还是我，任你多么差错，无谓去追问为何，甚至告别损失非我，让情人离别似水清洗我。请打上一下唱创歌手真不易，当多谢你啊 ，Eddie。我记得你啊 ，Eddie， 你之前有睇过我嘅 live， 印象中，你都有留 comment， 终于可以见得翻你。大家记得打上，多谢你哋嘅热烈支持。因为讲得啱嘅，系啊，如果你哋去打上支持咧，呢个系一个好实在嘅行动，可以令到我继续去。行到我唱歌呢条路，可能你哋个心咧会觉得，好似助养儿童咁，唔系啊，系助嘅，但系助我一臂之力嚟去继续去追我呢个梦想咯。你问我系咪发梦，我唔觉得自己系发梦，因为我一路睇住自己嘅进步，同埋大家一路陪住我，一路见证住嘅时候，我觉得我呢个唔系发梦咯，我相信有一日系可以梦系可以成真嘅。是因为我由我以前很喜欢唱歌的时候，小时候已经很喜欢唱歌。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呢，就是我小时候原来呢已经是一听到首歌的音呢，我就即刻写出来了。还有当我接触了琴，哪个音打哪个音之后呢，我懂听就会懂弹。所以我有少少觉得有些东西是天总之是不是注定了我是要在音乐路或者这个音乐界里面有少少的作为呢，
系啦，唔好埋没自己嘅天分，多啲去尽量，我唔敢讲话用我嘅音乐嚟去贡献任何嘢，但系出少少力都系好应该咯，好想自己可以喺呢个界别入边出到一分力，去就算帮大家又好，自己有机会又好，乜都好，我觉得系好紧要，所以维持身嘅系一个好紧要嘅重点啦，系啊。有講得衰啲啊，有頭髮邊個想做辣呢啊？如果我係自己本身屋企就係有錢，父母又會幫助嘅話，咁我使乜成日咁樣開 live 啫？唔係開 live 係會嘅，但係唔使成日喺度叫自己希望大家支持我啊、打賞啊咁樣咯。唔易開口噶呢啲説話，因為我係一個唔係好善於表達自己嘅人，亦都好怕表達出嚟會唔會令到大家會有唔好嘅感覺。但係實質現實歸現實，生活就歸生活，都是要生活的，咁希望我可以安然啊，又唔可以咁講，人係要有啲危機感嘅，危機小危機，又有小安然咁樣去繼續去行嗰條唱歌嘅路啦。希望嚟緊新一年有新嘅開始啦，因為我覺得自己會轉運嘅。同埋咧，其實我都個心開心嘅，因為其實曾經喺 social media 上面都俾人去傳嚟傳去傳過，咁所以有啲人係未必而家呢個 live 先認識我，或者喺 busking 先認識我，可能有聽過呢個唱歌嗰個啊嘛咁樣，咁其實都已經好幸運噶啦。其實人生起碼都有一次咁樣嘅時候，我就覺得不如更加向住呢條路去進發，去揾一個真正嘅自己啦。因為其實人咧係唔係咁易去做到自己想做嘅嘢，而做自己想做嘅嘢咧，其實有好多好艱難、好辛苦嘅地方。我曾經都跌倒過，但係我覺得你哋一日睇住我嘅時候，我都唔希望去話俾大家知，哦，原來一個人中意做自己嘢，去追自己想做嘅事係會放棄嘅喎，我唔想咯。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硬硬正正咁樣一路企到有一日可以越唱越好。越来越好咁样去俾大家睇到我，好啦，多谢大家，一定会转运嘅，行翻条龙好。Anthony 加油，多谢，明白，开多啲 live 啊，我会啊，我每一个礼拜一都会开啊。你把声好好，唔唱歌就真系我哋嘅选择。Iris， 好开心你会咁讲啊，竟然会话唔唱歌系你哋嘅损失。我觉得是我的损失，我没有机会去唱到给大家听，而不可以有幸有机会来去好彩给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即是我好彩，是啊，所以我觉得调回转这样说，其实是我的幸运，如果我不唱是我自己损失了，在有机会在你们面前去唱歌，或者有机会去你们肯给时间来去听我唱歌，我会损失了这个机会咯。見到一位香港音樂人追夢成功，我都覺得好努力，我會加油的啦，今晚不要咁快完，未完噶，因為我9:30先開始嘛，我唱個幾鐘左右咯，我想起碼都達七啩，好似爭三個字我都，達七達八啦，達九啦，係咁上下啦，我一定會好，多謝你 ，Francis， 成你蓋然啦，好啦，唱有冇兄弟姊妹？我冇啊，我系冇兄弟姊妹啦。乜都要靠自己啦，系啊。郑伊杰，郑伊杰，大家识唔识呢首歌？这样难得的结
残忍的好人都美丽，别怕，你像无人会代替。你把玻璃放低，请给我跪，愿这便和你有新话题。然而别叫我小心身体，放过这回忆奴隶，用你假的叹息当真的安慰，再爱一次再离开到底。难得的结情总枉费，残忍的好人都美丽，让我绑好这死结才矜贵。以前的做咩想要追啊？我见到好多人都点咗喎，追好唔好啊？坚持到最后就会胜利，会支持我。多谢你啊 ，Eva。Eva， 我认得你。你唔系加入咗好耐嘅啫，但系都咁有心去支持咧，其实好难得噶。系啊，我会将所有嘅支持都当为完全唔系必然嘅事情咯。系啊。所有都是我赚了的，是所以没理所当然的，就算你个人多厉害都好，保持住这个谦卑的心态，我相信我吸到回来的支持者会更加正面啦，我相信你们是高质素啦，还有我自己都会越来越做得好，越来越有质素的时候，件事越来越好咯，一定是的。即是我不是去讲其他那些不支持我的人无质素，是可能真的未认识到我呢，可能真的未有这样的缘分呢，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缘分嘛，所以我会好好珍惜咯。都是那句啦，不是必然的。我由小个到现在大个都好啦，身边的人都不是说很肯去用心嚟去，即系好似由头到尾得我成日好用心去帮人咁样咯，而其他人就会觉得系啊，惯咗噶，你系咁噶啦，罗海玲你系咁噶啦，得你帮我嘅啫嘛，边有我哋帮你嘅啫？你唔会唔得嘅，你得嘅咁样，成日个个都系咁，即系所以成日好多人都死撑，咁我就慢慢就发觉，我开始觉得。想开 live 嚟去同大家分享音乐啦，因为分享咗几耐啦，我谂都年几，好快就两年噶啦，我估，定系已经两年咗，我都唔知道。一开始我会觉得，我好似求大家，哎，大家去俾打赏我咁嘅，跟住之后就听啲 fans 讲啦，或者我自己都改变咗个心态啦，就觉得其实唔系嘅，都系好自由嘅啫，呢样嘢冇强硬去逼人噶，从来都，大家。如果真的有心的，那我会记住你们咯，是啊，因为
你嗰啲 PayMe 啊咩嗰啲，全部都可以写留言噶嘛，我会逐个逐个睇噶。就算平时咧，可能当fans 俾我嘅信啦，我都逐封逐封睇噶，系啊，几多都睇。我因为我明白咩叫人情味咯，系啦，唔可以冇咯呢样嘢。如果呢样嘢冇咗嘅话，呢个世界咧会好冷冰冰咯。我唔愿意喺呢个世界入边咯，所以我自己都要行出一步嚟去做一个有人情味嘅人咯。系啦，咁希望可以感染到大家。我就时不时咧喺 live 入边都同大家倾下偈，咁希望呢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我不要说眼见个世界越来越差，又好又不好，总会有转变的，但我希望可以用自己小小的能力来去感染到大家，成为一群有爱心有善心的人。顺便在这里宣传一下啦，因为其实呢我那个 fan club 呢，但是就不是 official 那只啦，就会每个月呢都会去做义工的，那我间唔时都会去参与一下噶，即系亲力亲为啊嘛，咁都系想尽量帮呢个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希望如果你哋有心想支持，想去一齐做嘅话咧，唔一定要出钱噶，你肯出力都得噶，系啦，咁啊出钱出力呢啲就由你哋自己想啦，咁我有一个绝对可靠信得过嘅一位我嘅 committee 嚟去帮我去营运呢件事。中間任何的嘢咧，我都唔掂手嘅，除了我去親力親為之外，係啦。咁我哋都好透明嘅，所有事情都，我哋絕對唔係嗰啲為咗錢而去做事嘅人，我哋只係為咗做事而去做事。當然做事一定要有錢，你先可以買到啲物資俾人嘅。我哋會做派飯啦，我哋會做探訪老人家啦。其實我都去過好多次噶啦，係啊，即係。盡量令呢個世界好啲咯，係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揾一揾呢度經常留言嘅嗰位叫做 Ling Hong 啊 ，LINGHON 係啦，宣傳一下做一下義工嘅呢啲一回事啦，係啦。我都有喺 Facebook post 過嘅，係咪啊？唔記得咗，但係 IG 一定有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話咧，可以隨時睇啦。我哋都會同其他嘅機構去合辦嘅，所以唔係話大規模，絕對唔係。但係大家一人去出一分力咧，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咁嚟緊咧就係25号，冇記錯應該係深水埗度嘅，係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呢一件事啦。係啊，因為我覺得連我自己都唔去為呢啲事宣傳嘅時候，咁邊個會真係勞心勞力去做咧？但是我就很開心見到總會有一班我的小精靈我的 fans 就去做了，即我不是說你做的話就一定是我的 fans， 不是，只是一個有心人去大家幫這件事，即正如我做都不是我自己的 fans， 是不是講笑而已，最重要是大家有心，是的，用自己的愛，用自己的善心，用自己的人情味去感染這個世界，每人走多一步呢，就這個世界走很大步了，希望你們明白。追啊，好啊，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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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有限制，唔俾你 like 咁衰。点加入 fans club 咧？就系、是，哎呀，麻烦阿玲帮我留个言出嚟啦。可以找Ling Hong，是啊是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們的支持啊 Wing Chi Lee，不要怕醜啦，入我的 fans club 呢，不是說一定是，哎呀 Judas 的 die hard fans， 不是的，不是的，只是一個支持者來的，我從來都不會覺得每一個支持我的人是應份的，是啊，我不會當你們是 fans， 其實我都會拿很多時間來跟你們聊天啊，了解你們啊，當然真的親眼大家去見到的時候，我會跟你們聊天，盡量抽時間，亦都我会好尽量去记住你哋每一位嘅名面孔，系呢个真系冇假嘅。我全部所有我 fans club 入边嘅小精灵，我记唔晒十成，我都记到九成半啊，系啦，我已经好尽力噶。咁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要以一个做一个榜样去话俾你知，我去有心去记住你哋，多谢你哋都有心去支持我咯，系啦。咁所以唔使怕丑，入 fans club 唔系代表我好中意 Judas， 我好爱 Judas， 唔系，系啦。虽然入边都会有呢啲人。
都大部分都是的，但是不是代表什么的，入 fans club 就是开开心心的，大家就算不入都可以一起做下义工，可能我会有机会见到你呢，又或者是听下我唱歌，点下歌，打下赏，这样很开心的这件事已经，就是这么简单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不要说了，快点唱歌先了，追啊追啊追啊，然后 fans club 就蚀，唉，入都可能是蚀呢，有没有想过啊？唉，真的不要说太多了。我为什么会叫他们入呢？其实是入是要给会费，但是我一蚊会费都没收过，就是这样。不关我事的，所有的钱的东西我没有赚的，是的，但是只不过觉得围在一起一帮人开开心心，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开心的团体来的，我们很团结的，是的，我们是很好的，真的全部都是为件事好，有幸就是全部都是想为我好，而我都是想大家好，就是这样吧。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算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算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
始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最终一丝丝爱似不保留，加咗 fan club， 不过你想乜有乜，哇！你咁黑 sell 啊 ，Ada， 笑咗啊！不过你开心到要 share， 其实系开心嘅，真系，因为我哋系一个好好嘅团体团队嚟嘅，令人羡慕嘅声线啊！唔敢讲，但系我会用我自己最好嘅方法，自己觉得自己最好嘅方法嚟去演绎咯。系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咁噶咋。你想件事最好，你就会做到尽量最好嘅时候咧，你冇嘢后悔，冇嘢遗憾噶。系啊，人就系咁，就咁简单，唔好流力。我每次唱 live 又好，唱现场又好 ，busking 又好，唔会流力，每次都要做好佢，就系我觉得啱做嘅嘢啦。入 fan club 简直展开人生的新一页，喂，咁搞笑噶！你哋讲埋啲嘢，好 hard sell 啊，救命啊！睇下先，好啊，爱是不保留啊，好啊，我差啲就 miss 咗。我其实我都好中意呢首歌，上次 busking 都有唱。爱是不保留歌词，哇，系差啲见佢出我是不保留，不过应该都揾到嘅。冇事发生，好咁啊！今日最后一首歌就呢首啦，就送俾大家啦。爱是不保留，好有感觉，好有爱嘅一首歌。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呢首就是爱是不保留啦，好好听，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好简单嘅旋律，好好听。第一次睇我嘅 live， 好好听，加油，多谢你啊 ，Stephanie， 多谢你 ，thank you， 我会加油噶啦，系啊，如果得闲嘅话，下次再嚟睇啊。下个礼拜一咯，就系、是、我每个礼拜都会开，夜晚九点系啦，叫多啲你哋嘅朋友嚟听啦，系啊，一齐听歌，又大家多咗一个话题咧，系好开心嘅事嚟噶。随便点歌得噶啦，唔使怕丑，呢度我哋好简单嘅啫，随便倾偈，系啊，因为总会有人去应你噶。睇下先，入官方可以一年近距离见我四次，抵到啦。你索性唔好走，无谓嘥机票，系咯。阿恒子，不过唔系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家庭状况，佢都要翻去，得闲佢咪翻嚟咯。我知佢会好尽力嘅，唔系教友都觉得好正。嗯，有冇听过诗歌叫做《回家》啊？我冇听过啊 ，sorry 啊。好啊，多谢你 ，Stephanie， 系咪叫 Stephanie 啊？有冇嗌错咧？希望冇嗌错 ，thank you。星期六东涌见，哇，好啊 ，Heidi， 多谢你。星期六东涌海滨嘅夜晚七点半。会见到我喺度唱歌，咁咧就系一个好开心啦，一个被邀请到去一个元宵佳节晚会啊，系啦，咁嗰日咧嗰度有好多嘢玩嘅，即系唔系净系睇我唱歌，你哋可以过嚟趁下热闹啦，系啊，我七点半开始唱。未旺话恒子，我俾机票你回来，哇！黐線噶你哋，點解可以咁 warm 噶？佢哋係我嘅小精靈姐，我嘅 fans 啦。唔係一定中意我嘅就係打下 fans 嚟嘅，大家唔使怕醜。我驚有時咧，你哋會覺得，哎呀，我中意 Judas， 但我唔係真係勁中意噶嘛。得人標籤我做打下 fans 點算啊？唔會，我唔會咁諗嘅。我只係覺得每一個支持自己嘅人咧都好難得，係啦。得唔得黑咧，我唔係
咁樣分嘅。但係有啲人會特別深印象啲，就因為成日見咯，係啊，會有fans meeting 啦，平時可能出席商演啊、busking 啊嗰啲都會見到嘅，咁唔會特別深印象咯，只係咁啫嘛，係啦。但係佢哋真係好激㗎，真係好有愛啊！呢班人好癲啊！但係記得你哋嘅愛咧，唔係隨便去俾任何人㗎，我哋呢一群咁有人情味嘅人先至會可以咁樣互相 share， 要小心咯，因為曾經我都係一個好周圍俾人情味嘅人，但係啲人係有啲唔係咁諗噶嘛，你俾我就得啦，我使乜理你啫咁樣噶嘛，咁就會俾人利用咗都唔知咯，咁所以要小心咯，大家，仲教你哋做人傻嘅咩？我都唔係好有經驗。咁當然啦，你哋都未必真係好有經驗嘅，咁大家純粹分享啫，係啦，唔敢講話教。好好聽，今日辛苦曬 ，thank you， 多謝 Apple。好啦，咁的確係事實，冇聽一段時間真係進步咗。我盡量㗎咋，我唔進步咁喺度做乜嘢啫？即係唱歌係要求進步噶嘛，做乜嘢都好都要越嚟越好噶嘛，做得咁你先至值得擁有越嚟越好噶嘛。我想可以擁有越嚟越好、越嚟越多嘅機會去唱多啲歌俾大家聽，就係、咁簡單。好，愛是不保留，唱得好感動，用呢度唱，盡量。我係每次都用呢樣唱，盡量可以唱到入你嘅心入邊。睇下先 ，Ken 話。嫲嫲聽日入院做手術，可唔可以點世上只有俾嫲嫲？可以唱埋最後呢一首，可以冇問題。我本身諗住係唔唱噶啦，但係唔得，希望可以打到氣啦。啱啱首《愛是不保留》咧，我懷疑都係打氣嘅，但係我暫時未揾翻個 comment。我而家唱埋世上只有先，世上只有歌詞。咁啊，希望阿 Ken 你嘅嫲嫲可以。可以，冇事噶，一定冇事噶，你相信就得噶，吸引力法則，相信。我對所有嘅事情都係抱住相信嘅態度，即係你想嘅就要相信。記得啊，吸引力法則好靈強噶。相信又唔使錢嘅，係咪先？又唔使蝕嘅。不過有機會你失望啫，但係你要話俾自己知。你要承受到失望，你才是真正的有成長的人，所以不用怕去相信。年月漫漫多艰苦
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Oh, I love you。就是送给 Ken 的妈妈的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世上自由》，一定没事的 ，OK 的。我一路唱的时候，一路想住，我都尝试尽量用自己的心去祝福你的，即可能不是啲咩，但是我都尽量的啦，系啊，希望唔系希望啊，得噶，冇嘢噶，就咁啊。好啦，系啦，妈妈的手术一定顺利的，啱啦。哇，好有爱啊！但是我怕我读错你的名字，叫做 Demi 啊，系咪啊 ？Demi，Demi Lam。多謝你，多謝你去鼓勵 Ken。 我都話㗎啦，有人情味嘅人咧，係吸一班咁樣嘅人翻嚟㗎。我哋喺呢度睇 live 嘅人都係咁樣嘅人嚟㗎，好好啊！淨係講好似邪教咁，唔係啊，我都係想呢個世界好少少啫，係咪？變旺旺好味啲，咩叫變旺旺好味啲啊？哦，雪餅哦，講緊啲我哋即係嗰啲圍內自己先知嘅嘢，即係啲 official fan club 入邊嗰啲嘢。带住呢份爱俾嫲嫲，相信佢明天一定会顺顺利利，身体健康，一日比一日好，好正能量，啱。好啦，呢一首又系令人感动嘅一首歌，《世上自由》。哇，我好中意，因为其实我中意呢首歌啦，我亦都好中意 Joey，Joey 系我嘅大偶像，我真系好中意容祖儿小姐，系啊，所以我唱佢嘅歌，我特别。覺得好用心，好用心，哇！好聽到，多謝你 ，Cindy Chu。睇先，底比明哥好嘢，好咩嘢啊？咩事啊？今日個 live 要睇好多好多次，啲歌實在太正，下次都可能會好正咧。記得留翻啲心機，留翻啲時間睇我下次嘅 live 啊，下個禮拜一啊，9点啊，夜晚，多謝你哋啊。咁咧好啦，今日就去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下个星期一夜晚9点再见。咁就麻烦大家多啲帮我 share 呢个 live 出去啦。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啦。喜欢嘅真系可以随心打赏，系啦，多谢你哋，当 busking 咁睇咯，就系、是、咁简单。咁我每个月咧都会有一次 busking 嘅，真系街场。咁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留意住我嘅资讯，我会同大家讲几时我会去 busking 嘅。咁嚟紧我预应该系3月头嘅事嚟嘅，我会尽快话俾大家知噶啦，时间、地点、日子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24号喺东涌海滨嗰边有一个元宵节嘅晚会。咁啊，有好多嘢玩噶，有摊位啊，有成。咁如果你得闲嘅就会嚟，就可以嚟啦。嚟做咩啊？就系、是、7点半嘅时候，我夜晚咧就系、是、我喺嗰度唱歌啦。咁希望可以见到大家，系啦。咁就另外希望唔好俾我啲 fans 吓亲你哋啦。佢好热情嘅，不过全部都好好人，佢哋好好嘅，系啦。咁啊，希望下次再见到你哋啦。就算系 live 又好 ，busking 又好，商演又好，多谢大家今晚陪我一齐去唱歌。Thank you， 拜拜。如果你们想听什么歌可以在这里留言点歌的，我会看回的，其实 Thank you， 拜拜 Good night。 为什么会按电话的，我不是在电话里听过 live 的，傻了，这里拜拜。